我没有找到哎，那从这里看，这里是卖菜，哪里？这里有很多种菜，这个呢？对啊，那个是培养土啊，哇，你最喜欢的辣椒，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辣椒，你不喜欢啊？那这里还可以草莓耶，对啊，还被草莓，还有这个樱桃萝卜。樱桃、甘蓝、芹菜、丝瓜、油菜心，还可以种很多的花。种起来，然后这可以吃了吗？哇！爸爸快去拿我们的果冻啦！那果冻在哪里？我来帮你找。这个是要出去。哇，这里还有花花呢！哇，这么漂亮！会不会吃到我手？对呀、很多花哎。是不会吃我手啊？好，你走前面，你跟我说果冻在哪里？果冻在那里。在哪里呢？不是打屁屁的地方那边啊。哪里是打屁屁？在那边。啊，这是你的佩佩猪内裤。这是你的佩佩猪。在哪里？那个又不是极胖喵。你看这个，那是忍者喵。对呀、武士喵。还有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超人啊。那是蝙蝠侠。那边还有闪电麦昆。对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去找我们的果冻。好，出发。果冻、这个是什么啊？蛋蛋哦，那是打棒球啊。你给我看一下，怎么用那个臭袜子打棒球啊？你很喜欢用臭袜子打棒球、你今天还要打棒球吗？要。要打棒球啊？对。要用臭袜子吗？有吉胖喵。对啊，好多种，还有愤怒鸟哎。哪里？这个是愤怒鸟。愤怒鸟。好吧，还有 Superman 的。Superman。哆啦 A 梦，对呀、我有看过。啊，然后我们的果冻在哪里？在我们这一家那边打屁屁呀。哇，好吧，那找不到就回家了。不想要、因为依依不想要买了。想要买吗？你想要买，可是你没有说在哪里呀、应该就是那边吧。在哪边吧？好、等一下。这里。太阳眼镜吗？对呀、你看我。我要蓝色的。等一下，你看我。爸爸，你可以等我吗？换蛋，哇，太酷了，真是小。